过来消息哦，来看有上水山野树花、大道青河的大高线、三民路段，最近哦在进行疏花改道路的拓宽工程。悄悄要移植这附近的树花的时候，疏花现讲有真侪山野树拢红嫩康下叶啊，已经凉要死了。公路局清查嘛发现讲有超过200丛哦受到影响，已经向警方报案，嘛要抢救这树啊。车路两边拢是山野树，亲像绿色崩坑共款。原来一片美景，即嘛全变款。真济山野树树叶啊拢打起，容易死亡。老树的树身阁出现大大细细坑。这是一棵，最多三个。受伤的山野树伫花莲县玉里大桥线三民路段，过去阁被叫做上水的山野树花大道。最近配合疏花改道路拓宽工程，厂商收集断根，准备刷掉。意外发现山野老树被人整空放油啊！现场相关证物采证送验中，另调阅监视器过滤行经人车，目前已锁定特定犯嫌，并持续扩大追缉中。芒果树就被人弄枯掉了，只是说有两，大概两百个。受灾殃的山野老树，树龄拢在40年以上，清查超过200丛，老树打起容易死亡。警方协报了后，已经展开调查。在当地平台也要求公路局相关单位要好好讲清楚。有提供那 CCTV 跟一些那个现场发现一些砖头跟那个农药。厂商有去采集一些基证，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凶手。在现场发现农药罐啊，详细动机要调查。按过老树进行不乐观，目前可能野水灌救，都看特别细的老树是不是会用转好，和山野树会用够有生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